注意点影响好吗？我是领导。领导怎么了？领导就不吃饭，领导就不谈恋爱，领导就不结婚了，是不是啊？能不能往后点？我结过婚。我知道啊，你现在不离婚一个人了吗？我也是一个人呢，咱俩孤男寡女挺合适的，你觉得呢？停，你往后点。不嘛。看看啊，有易拉宝，然后是后面是担架。看什么看啊？在家没看够啊？人讨厌。我，你穿成这样谁不看啊？啊，你也得注意安全。进来。吴总，吴总，我有话和你说。吴总，我认可您当初为了大局考虑，说要把张铎调到其他岗位，但也不能让他去找女厕所吧。哦，你说的是这个事儿啊？我给后勤部打电话了，他们现在只有保洁的工作，其他的岗位都不缺人。啊，吴总，你不是答应过我？李总监，张铎和你什么关系啊？这么帮他说话？建华姐，我是就事论事。再说了，我在和吴总说话。你，行了行了，